energy，如果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力量， when we think we give off energy，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力量都送出去， when we meditate we give off energy， 因为我们做打禅打坐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力量。 Right now I feel your good energy， 因为我感觉你们更多的力量。 Your energy is needed on our planet right now， 因为你们所有的力量是我们刚才在这里祈祷的，大家在祝福的这些这股力量的产生。 So I thank you for your energy and I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good energy， 很感谢你们的这股力量，同时呢跟你们分享这股力量。 On behalf of all the people of Brooklyn, I want to thank the New York Northeastern Chinese Association. 我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美国佛教联合会。 I applaud the association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ward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undeserved people and lifting up our entire city and country. 因为你们这个协会给我们呢做了社区很多很多的贡献。 I wish you many years of prosperity and good fortune, Xie Xie. 谢谢你们做了很多贡献，谢谢。 来，有请灵隐法师一同来到舞台上啊！我们的亚当斯区长也带来了褒奖状给您。我想呢，要给介绍一下我们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，我们的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，跟在17年的时候，跟着我们我的师父妙觉法师一起到不丹。 斯里兰卡到了印度，还有到了尼泊尔，还有缅甸，我们一路走来去礼佛，他也跟着我们去，很虔诚的一个皈依的人，而且他是一个家里。 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，他很尊重我们的佛教，一路拜，一路跟我们典礼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，我们是17年的10月初去了5个地方，还有到了泰国。回来以后呢，我们纽约市第一座 牌楼正式宣布了，市长到了八大道，宣布了纽约首座牌楼的所有的文件批下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亚当斯的虔诚，感动了我们的佛祖，是因为我的师父修杰长老带队，带着我们的布鲁克林区区长，我们下任的纽约市市长。 这么虔诚的为我们的首座牌楼做祈祷，终于申请下来了。很快，大家都会看到，在不短的时间内，这一座首座牌楼，我们华人的面孔，我们华人的成绩，就是在这个牌楼上。我们的亚当斯说了，这个牌楼是表彰我们在纽约的贡献。华人在纽约有100多年的历史。 所以，我们的政府没有给我们缺少了一个给我们的尊重、给我们的认可，所以他已经给我们申请下来的，同时也拨款了200万美金作为牌楼的地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一定要感谢我们的亚当斯。 下一任的纽约市市长，第二个非裔的纽约市市长。当然，我们这个纽约市市长，他有22年的警察经验，他做了
好的，感谢我们布鲁克林区区长啊。